大家好，我是你们本次行动的指挥官。指挥部得到可靠消息，安能反叛军军备研究所在科特瓦水坝正秘密研制新型武器。你们奉命入侵敌方基地，并破坏敌军武器。任务完成后，返回大坝上层，我们会安排增援直升机前来接应。完毕。没问题。
击降塔和导弹放在。
现大量敌方精锐士兵。剩1分钟。